You and I。我习惯高级满意。龙虾小分啊。习惯。龙虾老板。就龙虾老板。我们 You and I。每次快工作完的时候都会点，是吃完饭也会点。对对对，就是吃完饭就饭后甜。上过来的白丁啊，白丁啊，不要吃奶头啊。然后我最爱吃的就是芒果冰淇淋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带一些冰淇淋，然后我们都去尝试一下。谢。这个芒果最好吃的是这个糯米，这个口感特别好。先把这个芒果吃完以后。再吃这个糯米跟这个奶，来小胃镜头吃一下，看来不买账这个芒果。果然是家里特别好吃，还是把它弄得好吃。那个糯米贼好吃。